这次回高雄有几件事要做。一餐休假日记。是把许愿的夏季水果清单完成，哦，很好喝哎。二是有种爱，是妈妈觉得你菜吃不够多，然后你会感到好饱，但你还是照吃。三是来鹅阿寮吃一些很新鲜但很难咬的海鲜，还有把今年特别贵的鹅阿趁着爸妈付钱的时候吃一吃。四是报名割草，以及实际割草。是什么中秋节邻居送月饼的对话？不用啦，黑陈太太，我家还有很多。以及听一些高雄市民的 complain。他说发大财哟。五，来一些以前没来过的海边。最后再开有3C障碍的爸爸玩笑。啦，会拍照了耶！哇，是录影！天哪，你手上学会录影的，我真的吓到嘞！